我知道这个很，大家很关心这个。其实呢，一座博物馆的使命就是要把文物保护好。大英博物馆这个当时确凿我也不知道啊，听说丢了2000多件东西嘛。这个真是，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发生？世界有五大博物馆，知道吧？嗯，是吧？一个是中国的故宫博物院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，法国的卢浮宫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，俄国的埃尔米塔什。这五个博物馆恰恰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，一个国家一个，是吧？说明没有一个好的博物馆不能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。但你说居然在五大博物馆发生盗窃，还不是一件盗窃，太丢脸了。我觉得这个对全世界的博物馆人敲响了警钟。博物馆文物进了博物馆不是进了保险箱，它是你要更加努力地保护它的安全，把它能够更加光彩夺目地呈现出来。